笑大師黃子華又開 show 啦！一眾圈中好友當然都嚟到支持啦，好似有吳鎮宇、劉青雲同太太郭蔼明、黃貫中、朱茵、陳發容、李燦森、二 R、向佐、黎比德、許兆雄、林嘉華等等。鎮宇以前曾經同黃子華、張達明合作過做棟篤笑，好多 fans 都希望佢哋再次合作。不過鎮宇就話好難度期啊。之前同佢都合作過噶嘛，咁會唔會再諗過合作或者即係開兩個人嘅咧？之前我又唔係咁煩，我之前係貪玩嘅，嬲佢哋去做一次，咁又個形式而家都俾人接受咗啦。叫 show 跟 show 嘅形式，咁而家好多人都一個人單飛咯，咁啊，我諗我等阿子華單飛完先啦，同埋一個人嘅時間的而且確係比三個人易就啲嘅啲時間，即係要就期。咁你自己一個啦，會唔會咧？我瞓下個覺，湊下仔好過啦，唔辛苦做乜？其实圈中有很多艺人都很欣赏子华，今次嚟捧场的阿 Sam 同阿坡就话是子华的 fans 啊，度期嚟睇啊，度期嚟睇，所以系度咗好耐添啊。佢一早已经打嚟，上两个礼拜打嚟话喂，今日嚟帮下手啊，即系你要睇啊第一场啊，咁啊几大都要啦。其实我差不多次次都捧场噶，就算真系唔喺香港咧，我都会买翻 DVD 去睇噶。系咪啊？咁中意佢啲咩咧？其实？喜歡他夠，即是他沒什麼尺度，我喜歡他，即是棟篤笑最忌就窒住窒住，即是他沒什麼點窒住窒住，所以我喜歡看，喜歡他放什麼都說，是沒錯沒錯。最近成日以孖公仔姿態出現的 Race 和向佐，這天就和 Roseanne 一起來看 show。 Roseanne 在年底和混血牙醫男友拉埋天窗，他說希望在香港和新加坡都舉行婚禮，不過一切都未籌備的。其实就是带给大家的这个结婚的消息都很刚刚出炉的，很新鲜，所以我自己其实还没准备任何东西，结婚裙子啊，地点啊，都还没。对啊，我告诉他，你知不知道人家筹备一个婚礼需要超过一年的时间？因为我有听过一些朋友，好像订有一些 ballroom 需要一年半之前就订好了。可是他现在什么都还没有预备，因为我不想搞得那么大。对，他想要一个简单的婚礼，可是婚纱也要现在开始快点找了。也是，因为婚纱也要几个月来定做。